希望，只要看清方向，没有翅膀也能去飞翔。在心里去点亮黑暗里的烛光，是谁掩藏乐章，一起给你力量。我说我可以参加这个海选，我好幸运啊。然后下午一直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就没来得及告诉你呢，婉馨。啊，对了对了，原来我得的96分是这个地区最高分耶。他们说要让我压轴出场，一定会震撼全场的。婉馨，是不是你也觉得好突然？但好幸运啊。哎呀，都忘了问了，我看了很多排名，为什么没有婉馨你的呢？你一定也得了很高分的吧？小米，你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呢？是不是他们为了炒作逼迫你的？我觉得这个公司有问题。那婉馨，要不等我晚会结束后再找你吧，现在我得先做准备了，大家都在等着我呢。等一下，小米，小米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一点都不像平时的你。婉馨，在你眼里，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？难道我只能是那个唯唯诺诺、不起眼的女生吗？不是，小米，我是觉得这个什么 APP 和公司有问题。这个比赛也很奇怪，小米，你还是不要参加了。婉馨，我其实知道你得了很低分，但我都顾及你的心情，没拆穿你。没错，你平时唱歌是好听，但得了低分，倒怪人家不正常了。按你的说法，我就应该是得零分才对，是吧？小米，不是这样的。就应该风光的受大家欢迎，我就应该默默无闻吗？小米，我是真的想帮你，不要误会，这里面真的……刘大小姐，不用了，我不需要你的提醒，我等下会用歌声证明我自己的。小米，小米，他现在肯定听不进去的，而且我发现不对劲的地方了，走。我带你去看看，你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一定要看看到底是什么让小米变成这样的。就是这里，我们靠近去看看。你没事吧？只是突然觉得有些头疼，没事的，我们走吧。下一个到你身上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准备好了。放心，我会让你承认我的。啊，共鸣率匹配失败，终止零散数据。
现在有请今晚的卫冕女王，本地区海选最高分小米。T08连接成功，系统正在启动，共鸣频率72%，76%，正在上升。发射台调整频率，调整同步，共鸣率达到90%，释放第一次波段，初期能量稀释60% ，TMP 启动。这是哪儿？婉馨，婉馨，婉馨，我是怎么了？这里是哪里？还有你是谁？婉馨，不必着急，让我来给你解释。现在的你晕倒了，而刚才你觉得难受和击倒你的是魔音。你看这边。你的好朋友小米已被魔音所蛊惑，以后他的魔音属性会愈来愈强，你们的精神都会被控制。那怎么办？婉馨，你是被选中之人，也只有你才能解救他。我是被选中之人？没错，只有你才能救小米，因为你拥有着静音属性，才可以净化魔音。静音属性？我吗？小鲤鱼也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婉馨那么伤心的，他一定会陪伴在婉馨身边。小鲤鱼说要妈妈唱一首歌给你，希望你变得坚强和开心。聆听心中希望，只要看清方向，没有翅膀也能去飞翔。妈妈妈妈，我懂了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小鲤鱼，这首歌好好听。婉馨，这首歌曲一定要用心去感悟，用心去唱哟。妈妈现在教给你，你要牢牢记住，当身边的人伤心难过时，小婉馨就可以帮助他们啦。嗯，妈妈，我记住了，我一定用这首歌去帮助伤心难过的人。但是婉馨，你要记住，一定要保持本心。